第二十九题，现代人对健康日益重视，现在市面上的泡面都不再添加人工防腐剂，而改用维生素 E 作为抗氧化剂。维生素 E 在泡面中的作用为下列何者？我们这边已看到维生素 E 是做抗氧化剂，它是不要氧化，所以它的作用就应该会跟氧化剂是相反的。然后氧化剂的相反就是还原剂，所以我们的维生素 E 是作为还原剂之用。第二十九题问我们说，维生素 E 在泡面中的作用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还原剂。